我注意到相关报道，阿根廷方面已经主动向中方澄清这是不实炒作，并且重申阿根廷新政府高度重视阿中关系，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。阿根廷外交部也向当地媒体做出了澄清。我想强调的是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中国和阿根廷建交50多年来，阿根廷历届政府均恪守一个中国原则。中方愿同阿根廷方面一道，不断深化两国政治互信，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。